今天要来开箱是这个三 D 二好朋友印章组，它有头发有衣服的印章，然后合起来就可以做出来你想要的我玩偶。它还有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可以自己盖印章哦。我要打开来看看哦。呜，把它拉出来。蓝色是印章，这是印泥，这个盒子可以打开，里面可以装我的印章，一份说明书，还有三张贴纸，还有一些卡片，这个要组合起来变成印章的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想要的印章放上来印。我们首先要把这些东西拆下来，它是橡胶做的，对，软软的。哇，我全部都拿下来咯，这边是头发，这边是衣服，这些是眉毛，这些是下巴，这个是眼睛，这些是嘴巴，这个是鼻子，这里有卡片，我们可以印在上面，在这个印章上把配件都装上去，这头发就装上去了，它是大头娃娃。我现在要选它的下巴，这里有图可以对照，我已经选好了，一样的眼睛，八个衣服，我刚刚有一点调整一下，它脸变这样了，再装上它的衣服，好了，完成了，再来看看看喽。哇哇，好可爱了，我帮它上色。你们看，有蛋黄罐的发圈。第一个娃娃完成，头发改掉，换这个发型，衣服换掉，我这次有眉毛哦，手手我来补一下，如果它没有颜色没有粘到的话，自己补一下就好。好，我开始涂颜色咯。因为它鼻子尖尖，很像巫婆。我还要做第三个娃娃，再改一下脸咯。你们看，它也可以做男生哦。一个，贴他的耳朵，猫咪的帽子，我现在印咯，把一些没有画好的、没有印上去的地方补上去。画好了，我再来要印这个，好可爱呀！你们看，这个下面是刚好可以这样子卡住的，然后眼睛刚好是插在这个沟槽里，它衣服下面也是有这样子可以卡住。这个超完美，可是它怎么流口水啦？我再涂一些颜色，瓜吧。时尚阿嬷，完成。它是一只眼睛闭，一只眼睛开哦。好了，完成。佳佳，这是我刚刚全部画好的娃娃。之前中间这个，这是妞妞。这是第一个画的，也是最漂亮的哦。后面就越画越丑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可爱呀，可以创造出来自己喜欢的角色哦。你朋友生日，你也可以做卡片送给他，他会很开心哦。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去买买看哦。拜拜，我们下次。
次见，拜拜。请大家看到最后，如果没有订阅的人，请订阅。还有第二频道。